みなさん、はいはい。好干哦，今天戴一整天眼镜。我来放音乐。今天打喷嚏。放什么歌好呢？嗯。那就推荐列表了吧。I think the first take. Yay! Hi hi, 大家 hi hi. 大嘟嘴，对啊，超棒的。眼睛有够干。嗨嗨，今天很棒哎，虽然只有泡半个小时，但一整个很放松。皮肤好红，对啊，我就是一个遇到热就会很红的人。我有麦当当可以吃，这是我们的午餐，但我没有吃它，因为我忘记有公餐了，然后我就买了另外一家 M 开头的素食，对，摩斯啦，对，我就买了摩斯，我忘记有公餐了啦。三哥都听到可爱，谢谢。我今天穿这样子去，可惜没有拍到师傅。诶，为什么撕不起来？对，我一次吃了两家 M 开头的素食。哈哈，有嘻嘻咯，四个造型一次满足。可是还是真的是有点蛮赶的。那我每次都提供麦当劳，哦，没有啊，是我们这一次说我们想吃麦当劳。我们这一次说想吃麦当劳。居然有师傅小院，还是每年好，真的假的？这个送餐是你只会在，比如说你今天在北投，你就只会收到北投的单吗？还是你有可能北投单要送到北投旁边有什么？北投旁边有什么区？北投旁边有什么区？它要跨很多区吗？意是怀石吗？没有。可以穿着浴衣吃和牛吗？然后其实我刚才已经吃了干面，但我就还是想把这个吃掉。谢谢。哦，我没有看到，谢谢谢谢霸王的啾啾你哦，你以后在我的台就叫霸王了，你不用叫包子，你就叫霸王吧。哦，谢谢本人的响叮当，谢谢谢谢。你以后在我的台就叫霸王了。你没有改回包子的机会，你就叫爸爸了。哦，都没有当下吃，它都软掉了。嗯，这个小叶子很熟悉。谢谢霸王的一封信。你看我的早餐。
然后你问我说要不要用气炸锅，但我觉得没关系啊，还是可以吃，没有用，刚吃一吃就好了。不是，我选 BLT。谢谢 Duncan 的告白气球，因为我真想吃吃看 BLT 系列，所以我就选了 BLT。不是拿铁，可可。我把它冰在公司，我把它冰在公司，冷掉了吗？冷掉了、啊，因为是下午的时候，在我们开始直播之前。哎、欸，我是吃姑姑那一款哎、欸，但是变好贵。我吃姑姑那一款。但人家不是都说摩斯要喝红茶才对吗？我又打喷嚏了，但我打不出来。嗯，哦，鼻子好痒啊。不能忘记加糖，我都要那个奶精球跟糖浆，不然不加很对，很红茶。好可爱的你，谢谢 Bonnie。嗨，梦宝，好久没来，对啊。喝着无糖，无糖哦，啊，可是我觉得无糖不好喝哎，我喜欢喝有糖。我今天吃米汉堡，我吃那个烧肉珍珠堡，好吃。反式脂肪，反式脂肪是什么、啊？我也没有很常吃的、啊，因为我很想要点红茶来喝。哦，但是头想看思源。着凉了，没有吧？因为我这几天都。一直流鼻水，天气吧，空气不太好，然后就一直打喷嚏，一直流鼻水，糖珍珠堡，我对糖珍珠堡还好哎，顶呱呱的红茶雪，我没喝过哎，但我知道这个品项。过敏很痛，真的。憨憨芋头，我要来憨憨了，等我咬完。看着我变这样，放太久冷掉了。放慢汤匙哦，还有个汤匙。红彤彤不会那么久，那只是热而已，不会红那么久，好吗？红那么久就要担心了。我最近化妆化太久，已经都在痛，然后就会有眼屎跑出来，是不是因为它？一直，对，一直弄到眼睛，然后眨一眨，眨一眨，然后就会有很多眼屎，就会很干。就是会点点，然后就是会对，不太舒服，戴太久一些眼镜。真的有好好泡汤，有啦有啦，我们结束之后还有再回去泡一下下，很乖，反正也都小心哎、欸，没有我没有哭，我没有哭，
没有，只是因为太眼睛太干了。唐朝，好，我要来嗨嗨了。嗨嗨数学课本，嗨嗨林果，嗨嗨烤焦，嗨嗨阿北，嗨嗨阿奇拉，嗨嗨坤坤，嗨嗨唐瓦哥，嗨羊圈里的鹿，嗨嗨花生，嗨嗨游戏 hero， 嗨嗨 tex， 嗨嗨奈奈，嗨嗨豆科，嗨嗨雅儿，嗨嗨微如，嗨嗨木婷，嗨嗨季风亮，嗨嗨怀怀，嗨嗨小叶，嗨嗨 eddy， 嗨嗨花生。嗨嗨七月，嗨嗨哈流桑，嗨嗨羊圈里的鹿，嗨嗨骂完，嗨嗨瘦拔特工，嗨嗨 Ben Lin， 嗨嗨北极熊，嗨嗨小叶，嗨嗨 Ting， 嗨嗨 OK， 嗨嗨嗨嗨九蛋，嗨嗨嗨嗨Cody， 嗨嗨小树，嗨嗨 Eddie， 嗨嗨本丸妹子，嗨嗨阿红，嗨嗨平平，嗨嗨 King， 嗨嗨 Map， 嗨嗨阿哲，嗨嗨洛克，嗨嗨 Rever， 嗨嗨 Dragon， 嗨嗨福福喵，嗨嗨花生，嗨嗨吉米粥，嗨嗨七变成新鲜柠檬。嗨嗨梦宝，嗨嗨 Bonnie， 嗨嗨 Map， 嗨嗨小薰，嗨嗨紫伟哥，嗨嗨阿哲，嗨嗨嗨嗨志林哥，嗨嗨芋头，嗨嗨草莓酱，嗨嗨勇哥，嗨嗨郑源，嗨嗨小叶，嗨嗨青海，嗨嗨阿轩，嗨嗨西蒙，嗨嗨豆科，嗨嗨滂沱大鱼，哦鼻子有点痒，嗨嗨老李，嗨嗨国树，嗨嗨嗨嗨，还有嗨嗨帮叶兔，嗨嗨不当不到兔，嗨嗨保罗，嗨嗨 Alco， 嗨嗨冰彻玄，嗨嗨少安，嗨嗨卡尼，嗨嗨嗨嗨，我还有没有没有海到，嗨嗨阿龟，嗨嗨阿华。我没有没有念到，我已经快要，我已经嗨嗨潘森，这是黑色哎，但我想把它卸掉，因为不太适合我平常的衣服。嗨嗨小英，嗨嗨古早味，嗨嗨冰车旋，嗨嗨洛丽，我还有没有没有海岛的？我已经嗨到眼睛已经有点，嗨嗨 pet， 嗨嗨勇哥，嗨嗨世宏。世豪，你是不是只有这个时候才会把莉莉摆前面？嗯。预言是自己选，对啊。教室头很可爱，对，擦了黑色的指甲油。哇哦！谢谢阿龟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谢谢。就直接没有让他外带回来。没有，因为还有其他事情要做，要回公司做其他事情，所以就没有时间吃。但我后来我先去吃干面，但我还是饿。谢谢本王妹子告白气球，好久不见潘森。其实我刚才已经吃一个干面跟一个紫菜汤，但我就还是想再吃点东西。谢谢 Dragon 的紫水晶。谢谢羊圈里的鹿为我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谢谢冰客选的行李箱，谢谢学科文啾啾你哦，嗨嗨益生菌，多留一下到宵夜吗？但我就想吃鸡块，嘿嘿。就想吃鸡块。
自己会因为很可以的，未来一定会有机会可以看得到。谢谢数学课本的蓝宝石。这哪有怪怪的酱，这真酱好吃好吧。谢谢数学课本告白气球，是不染头发？没有，我要染呢。我原本上礼拜六要去染，但我没有预约到，我约礼拜五。它是蜂蜜芥末酱，好吃哎、欸。是吗？我对其他的酱接受度蛮高的。当梦表现好棒，谢谢。还很不错，跟之前一样啊。保养头发，不会啊，我就算保养头发，我也不会染回黑色，放心。嗨，龙魂。对啊，蜂蜜芥末酱明明就很好吃，嗯，明明就很好吃。染其他色就染深色啊，染深色就是保养头发，但我还不想。玉米的化妆纸没有，那只是因为我没有那个麦当劳的汤匙，我随便拿一支汤匙来用。还有再反正就是为了真的，哎、欸，杨轩，你的重点很聪明，对，没错，就是为了遮布丁。超难过，发誓芥末香鸡堡居然没了，我很爱，我都会叫它酱多哎。我要喜欢什么酱？嗯，这个也很好吃啦。但我觉得是薯条一定要加糖醋酱。所以我觉得我变回黑发会很土哎、欸，那也可以这样做，对啊，可以啊。我麦香鱼也加酱多，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会加酱多？麦香鸡，对啊，停产的都是卖的好产品，真的是在跟我开玩笑。明明就那么好吃，停产干嘛？不要逼我去吃我不喜欢吃的，好不好？嗯，我喜欢吃酱。以前比较土，对啊，我也觉得以前比较土。黑色蛮清冷，你是说比较冷艳的感觉？谢谢赵颖的啾啾你哦。谢谢。外面清纯才不会土，我这样还是很清纯的、啊，只是我有我自己的风格啊。我就不喜欢黑发，大家已经劝过我很多次，但我就不喜欢黑发。我觉得黑发没有特色，就很像路人。瞬间美味，真的，我也好喜欢吃麦克鸡块。不习惯植发，我还是会植发，但我不会黑发了。有啦，可能唯一黑发的时候就是我短发就会黑发了。
我是请卖人上面。对啊，到底在 Hello？ 之前什么 Seven 不是有出过什么披萨吗？还是什么很好吃的什么意大利面？他不是也停卖吗？然后那不是也卖很好？这首很好听。僕は死ぬと思ったのは心が空っぽになったから満たされないと我放大片就没有问题，开个法色就没，谢谢。有规定染发颜色没有啊？主要是成员自己吧，自己喜欢什么颜色，然后会去跟公司讨论，可以的话就可以换发色。但我自己对还是喜欢咖啡色，但我喜欢的颜色就那几种，你们也知道，咖啡色、白色，但头发不可能出现白色，咖啡色、白色、黑色，但黑色也不会出现在我头发上，对，除了布丁。刘雅晴说我的今天的头发很像玉子烧，我就跟他说谢喽。谢喽，很像玉子烧。他说我黑发的地方很像海苔，棒，玉子烧的海苔，谢喽。黑发力拜拜，对，绝灭黑发少女，不会有黑发了。最喜欢烧焦好吃，对啊，烧焦的玉子烧不是烧焦，就是绑了海苔的玉子烧。有你超可爱，现在人接受越来越高。对啊，我可是漂发始祖哎、欸，我是漂发始祖。我现在超超爱，这大家什么爱？大家爱买什么？粉红色，蛮想染的、欸。短发、黑发、短棕，但我觉得短发我会想要先尝试黑发，然后可能我看腻了之后，我就会短发漂发。联想最最的意义。挑战其他发色，不也就粉红色吗？我就喜欢粉红色啊。我国中的时候想染过亚麻绿，但长大就想说还好，长大就越来越讨厌绿色。一直超还在唱，谢谢，谢谢。讲出来就是黑发，对啊，所以你们只有这一段黑发可以看而已，也快要没有了啦。我礼拜五要染头发，你们也看不到。黑色部分、染发部分还有三色头发线了。那我的头发是什么？花生吗？紫色还好、欸。要染回黑色吗？没有。布丁面一直烧香面高级，会吗？谢谢 CKU 的响叮当，谢谢思豪的黄宝石，大家开始就是对我的头发就是联想，比较亮的棕吗？还在想，还在考虑，就是跟这差不多吧，跟之前拍什么深鞋啊，然后公式照差不多吧。啊，眼睛超干的。但我觉得我喜欢的粉也不是那种，就是阿贝桑那种粉，我觉得阿贝桑那种粉太粉了，我喜欢那种玫瑰金，对，也不考虑亚麻绿，对啊，不撑到公演，你要我布丁头撑到公演不太好吧？要试试看奶茶会，但我在想哎、欸，奶茶会，因为灰跟棕我还是爱棕色一点。
什么颜色都能尝试看看，但还好，我就不会想染蓝色。还是我应该以后要就是把那个红橙黄绿蓝靛紫都染染看。蓝色系都好看，对，不喜欢冷色系，我喜欢暖色系。棕色的嘞，应该也不会跳脱棕色吧？就是看是什么棕。然后布丁跟金会有特，不会有色差，就是这一边还是要再漂过啊。就是我每次都要先漂过再压上去，所以都超贵的、啊，都超贵的，因为发根每次都要漂。然后每次头顶都会，对，每次头顶都会很可怕。没有啊，就是漂其实还是会痛，但我就喜欢浅发色。对，这是我为我的头发做的牺牲。会痛吗？多多少少会有一点不适吧。就是一定都要褪色啊，很伤，对啊，很伤，但我就喜欢，没办法，对啊，可惜不是生来就是浅色。缴月费维护吗？没有，我每天缴，没有啦，我就是自己，我会自己花很多时间保养我的头发，就是像。我有买那种护发帽啊，然后我每次洗头就一定会用护发，然后一定要擦发油、擦精华，然后擦快干的，然后跟喷隔热的，就是很花钱，很烧钱。我要深深学习一下，但我不想，我不想。试过一次就不要不要。阿 Kira 染过浅色吗？ありがとう声の限り。这样洗澡每个小时都冰，对啊，所以我每次都洗很久。啊，都说我可以先洗嘛，你每次都洗超久，然后你每次洗完出来那个浴室都超热，又都洗超烫。他说你根本就在水煮你自己，你到底为什么要开这么烫？我就说啊，很舒服啊。拜拜 ，OK， 烤焦拜拜，路上小心，路上小心。烤焦画的那个很可爱，素画的莉莉也超可爱的，喜欢。谢谢烤焦，路上小心你啊。いいのに、僕たちは、僕たちは什么？僕たちは。我刚才要唱的话结果卡住。未来のために夢が一つ叶うたび、僕は君を思うだろう、強くなりたい。你喜欢他们开个床让浴室再来一下？对啊，是不是女生就是洗的水都会比男生还热啊？就女生洗澡温度是不是都比男生热很多？因为我看过很多图文作家，然后他们在画他跟他的另一半在就是可能平常在相处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什么水太烫，就是快把人煮熟的那种。是啾啾妹吗？我忘记了，还是谁？应该是啾啾妹吧？是吗？我忘了。反正就图文作家，忘记是谁。然后他们就说，那个水温热到快要煮熟人。女生普遍嘛，还是要看个人哦。是也是啊，是也没错。可以穿上精彩的。太热容易把油脂洗了，还都皮肤不一定好。对啊，我知道啊，可是就很舒服啊。我也都用很热。
好热，不要太冷的水呀、啊。你洗热比肩温泉烫吗？没有，感觉应该差不多。我都在烫虾子，红的都熟了，真的哎。而且小孩子更容易变红吧。我也没办法冷水冲，我会觉得很痛苦，就是要热啊。噔噔。デオルバシ、たぎ止めた、激しい光の川。未来のために夢。哦，差不多吧。温泉，应该有比温泉再冷一点点啦。夏天也洗，我也洗蛮烫的。地板真的超烫哦，没有，我站在浴缸里面洗，不然我会觉得那个水流的到处都是，会很麻烦。噔噔噔噔噔，不是干湿分离，不是、欸。但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干湿分离的浴室，所以我不喜欢被玻璃门罩住的感觉。对，我喜欢就是我宁愿整间浴室都湿湿的，我也不要被玻璃门罩住，我会觉得那个对。我喜欢宽阔一点的感觉，所以我宁愿不要干湿分离。以前冷水可以，现在冷水就没洗，是不是真的老家比较热？是吗？灯光效果一样，热水还比较好睡，还是喜欢洗热水。家是有浴缸，有啊，有浴缸。我会在浴缸里面洗，才不会水流到处都是。我就觉得清那个麻烦。你是要泡几分钟？我没有算过了，太夸张。好嘞。玫瑰花瓣滋养皮肤，这也太惬意了吧！嗨嗨，阿欧茉莉，每天都会泡澡？不会，但我觉得累的时候就会泡澡。穿烫不喜欢用真的，对，我喜欢穿烫我自己。会看手机或唱歌，我会把手机带进去，然后套那个假链带，然后把它放在架子上，然后一边唱歌一边洗澡。好，都会在洗澡的时候练歌。对，我超奇怪，我还会看影片，就是 YouTuber 的影片，我就会边看边洗澡，那个 Dcard 啊什么之类，我就边看边洗澡。唱歌会发出甜甜的食物香气吗？你说我吗？是也不会啦。离水好近，还好啦。我会把手机带进去。我觉得我是非常现代，就是非常现代人，就是我没有办法接受手机离我太久。
我洗很久，对，科技中毒。手机上下的，哈哈，我买。天然清香味，真的假的？谢谢虫子救救你哦！耶，还可以滑，我都还是会滑。瓷砖有几折？笑死！他还用功过，我有看手机不洗澡，我不会不洗澡，因为我不喜欢身体黏黏的，特别喜欢去酒店洗澡。为什么？喜欢它的氛围吗？没想过。你说掉在浴室的地上吗？我好像没有，但摔在一般地上有。掉到水里面，芒果冰沙不是也是玉米汤？日本空气可能哦，你不觉得台湾不洗澡就会很黏吗？我没有办法接受。哈哈，晴湖。我觉得我没有在怕掉在地板上，是因为就是那个手机壳蛮厉害的。他们会不会擦手机？回家上第一件事洗澡，真的洗澡很舒服。我是泡椒性马桶哦，我还好，我没有这个问题。业配一波，没关系，我没有业配。某 C 开头的手机壳可以找我业配哦，我希望你们家的手机壳哦，就是面面那间厂商可以找我业配哦，我希望你们家的手机壳。客制化科制的那种 ，C 开头 Y 结尾那家哦，可以找我。还有没有什么发型师想找业配，也可以找我。高级，我快笑死。肯定是小明，真的。诗雅，谢了，陈诗雅。也会这样。发型师没有啊，就是可以合作染发之类的。对啊，我一直很希望我可以有一个长期配合的造型师。不然每次都好贵哦，我真的。其实我也很不愿意我布丁头，而且你知道，布丁头都会被笑，就是布丁头长太长，就是是不是没有钱去染头发？没有了，就只是我不想要让钱包痛得这么快。我需要衣服跟发那个头发的液配。
看到每天都有人问我说你到底什么时候要染头发，我就说哦，但是我觉得好像还可以再撑一下下，很贵，而且我头发长超快的，真的是在哈喽欸，需要业配的清单，那也要有人来找啊。它是一个很大的坑，拜托你去，他只会叫我染身而已，好吗？喜欢就跟他说一起。但我真的很喜欢前发色，就算与世界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就算全世界都要与我为敌，头发的颜色我还是要坚持己见。我问你们，我可以边直播边卸指甲吗？因为这个指甲很难卸，它会残留，就是它的颜色太深了。它对这个黑色，又买了一罐99块的，一罐99块的指甲油。对，但我发现它其实好像，就是没有到那么好，就是比较容易残留在手上，所以我它要卸很久。我买是真的，哎，怎么没有？等一下我再去拿，等我一下，我拿个化妆液，它没了。那你们是不是根本不 care 指甲颜色？只要你想，你很想卸妆，我都可以，我绝对不会卸妆给你们看。没光疗就指甲油欸，我真的是为了今天才擦的欸。就它卡边边会黑黑的，看得出来吗？就它不太好卸。好，先大概卸一下，然后再来慢慢卸。光疗特殊，光疗要先把顶层的胶抛掉，然后抛掉之后再卸，比较麻烦，那个超麻烦。只会在看我解读一半的指甲，容易卸的指甲油会不会也容易掉色？这我倒没有研究了。其实我比较少擦，哦，现在比较长啊。从我开始学吉他之后，虽然我最近都没有在弹，很皮呀，最近都没在弹。因为疫情的关系，就跟老师先暂停上课。就停着停着，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去上。有够皮，真的是有够皮。捡起来感觉很贵气，真的吗？阿土还是写了，对啊，化妆品就讲欧噜噜。嗨嗨，人哥，老师都哭了，哭什么？哦、oh, 对啊，偶尔休息没关系啦。对啊，这么忙，在为自己找借口。那个是感觉真的是差不多可以回去上课了。不会啊，不会浪费啊，因为我没有忘记啊。有啦，乐理忘记了，但其他还好。
但我觉得又比以前忙，所以就记得沉默之中，你把我的手紧握，那关系没有忘记的话就休息啊，不要啊。啊，话说今天的那个组合人哥应该觉得很开心吧？因为有 Momo， 有我，又有韩寒，对，但还有最重要的是有艺人呢。乐理上有一位没记住过。风吹过，远远的心声快坠落，就只有对啊，难得姐妹可以一起出外景，真的太开心了。Sorry， 是种遗憾。婆婆啊，你太会讲话了，你怎么会在这个时机点刚好又 Q 一个出来呢？这么多灵异，我都不知道到底是推灵异还是推荔枝。这种特别嘈杂。真的好丑，人哥骂完你也差不多扯，你不要五十步笑百步。你家姐妹去浪梦，这应该是我们两个第一次一起去浪梦吧？五十步笑百步，谢谢虫的救救你哦，耶、yeah ！第一次啊，对啊，今天抓可应该也蛮开心的，有莉莉又有韩寒，然后还有艺人。但其实我觉得我跟艺人的类型差蛮多，大家怎么会？就是通常感觉喜欢偶像都会有一个有迹可循啊，像是比如说你喜欢王道的话，感觉就会是品韩林依那种感觉，然后可能大神类型就像我这样子。不要听不中了吧？卸指甲的时候热血开篇，当然啊，我们手在做事，嘴巴不能闲着。你们跳舞都很厉害啊！笑了吧，肯定都是被这个吸引的。你那没有人跟我笑起来一样缺两颗啊？啊，有啦，邱品涵啦，邱品涵跟我一样笑起来缺两颗，可能人低。完全看演员。那 Bonnie 现在推谁？是不是推莉莉？你是不是第一眼就爱上我了？我要开始在施压人了。Who am I？ 莫测，我愿意。但喜欢上每个理由都，但感觉会差不多，喜欢的类型会差不多。像我就是喜欢短发，喜欢栗子是一见钟情的，品涵也是哦，是红。看完一次公演，哇，品涵好可爱呀！品涵怎么这么可爱？品涵好吊哦，百事红。我对整个精灵的原唱，谢谢。整个精灵的原唱还是有他的客群在的，像是现在的小孩们，都是整个精灵的，整个精灵的粉丝。对，还有林依小晴啊，原来如此，喜欢很喜欢。这个宣传很渣，渣起来！莉莉怎么都知道，何韵怎么都知道，莉莉怎么都知道？当然啦、啊，因为我是何韵，你们的需求我都知道。笑起来真的好看，谢谢。因为你把单寄给我们了，对啊。收罚单请缴钱，请买四月的生写真，谢谢。那我的需求就是我啊，你就是缺点李莉莉是吗？缺点可爱的莉莉，但莉莉只有一个人，她没有办法分身乏术。莉莉已经很努力了，每次切完都说你真的很大力耶，缺点力啊。
真的超难卸，你们看指甲都会黑黑的。这不是我在说，这超难卸的。あの日々私的泣さを。我可以压轴。你说压轴被嘴吗？可以找分身乏术吗？我没有分身，我要怎么乏术呢？对啊，他就是他会很卡，是很难卸的感觉。小丽丽宣传过了吗？奶音的丽丽，哦，哥哥们，我内讲。四月的生写真菜鸟生日会，四月的生写真买了吗？星星二十二，那麻烦你那个上面叉叉打一下，你就看年纪小了，谢谢。太可以了，倒是说啊，所以你是要不要买了哈？所以是要不要买了哈？不想买就不要买哈。我想买就不买，就买买啊。应该有这边的歌曲，我想买买就买买啊！为什么爱我求你？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家己去买，才有够水的你你你，二三岁，指定弟弟才看得到跟苹果树一样高的你你你，对，没有指定看不到。跟苹果树一样高的李丽丽哦，秀智人多可爱！对啊，就是有人喜欢被骂，对啊，有够奇怪的。他们就喜欢被骂，我也不太懂，怎么会有人自己想要，就是有人来骂他呢？巴不得不要有人骂我。这就是你的菜啊，你就喜欢萝莉不是吗？然后你又要说啊满二十不行，啊你就喜欢萝莉啊，不是吗？我说错吗？我这个人最诚实，我最对，我从来对，我讲什么？唱长高跟树一样高，对，你们有唱长高精灵就可以跟树一样高哦。我好崩溃哦，这个卸不起来，它好像快卸起来了，但它有够难卸的。很恰巧的，在地化莉莉，真的是在地化。世宏表示无辜，无辜什么？你自己的推表都长那样了，还想说无辜啊？我必须要保持我的形象在，我不可以没有形象。然后我今天居然都没有戴牙套，我完蛋了。然后这真的好黑哦，我的天哪，我每次擦深色指甲油都很困扰。应该说这一排的深色指甲油，因为它都超难卸。我这几个小时最爱你，对啊，你自己都讲了这几个小时，你还奢求我对你讲出什么话。你这样不是说出来讨骂爱吗？脚要卸吗？脚下部再卸，脚比较不好卸。你看我卸手就卸这么久了，怎么播一播到这首了嘞？
正在你的路飞笑过互相追逐的坚果路看不顺眼的心的树不是你就是这种放心的回头一个人起来吃不下早餐真的是你责怪就这几个小事你都自己把重点画出来你还奢求我说什么呢这么难 BGM 好评大家都喜欢这首歌哎、欸。你可不可以爱的生活我不满足我会很棒不是情绪勒索知道你喜欢自由不会去管你太多就算你说声太摇头真的你觉得我很烦让你很不好受随便你怎么想但这些我还是要说甚至看到我看我还是会有点难受有些情为寂寞渐行渐远到你和我浪费了卸指甲油怎么这么难真的真的是有够难卸真的不是我在说他真的很难卸不然现在走心的感情我都要走心你们才走心好不好真的是什么事都没有什么事都没有永远的什么事都可能出现变化被开窍现在不如最想的那种的美华炉要么好让我慢慢的结束我走心走进你的心大家都可以去淋一罐沙拉油了浪 K 对浪 K 歌都是走死手这么难写对啊真的超难写而且你看它会卡黑黑的所以我等一下来抠它但每次抠这都超痛知道你要走别的下我一个人过也是过阻止但是我也知道是谁的错别到了说什么都无法改变的地步对不起我这么没有就算这样一首破烂的歌几小声色但是勉强算是送给你的用抠的不像里面应该还好了就不是都会抠脏脏吗就差不多那个概念但就是不然这样很丑耶、欸、看得很久已经懒得想后果都做错我给你的温柔丢失我的激动变陌生的脸孔不再后悔的你和我没关系它应该过几天就掉了我不要再执着弄它了不然我养的指甲又要收回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么讨厌擦黑色指甲油的原因电锅炉真的好听真的麻花棒有用啊后来就会想到对啊但就没办法因为我不喜欢它黑黑的我觉得很丑所以我就觉得最漂亮的发型谢谢对啊洗澡慢慢应该就会洗掉养的指甲也需要养才会假型才会好看啊算我现在都没在养如果要养我就真的要就是做指甲才能养一人一间房没有跟韩寒一起住我跟他一起睡对还是差了因为我为了要让他好看指甲怎么养就是你不能一直去抠他就是你不能一直去刺激这个甲床吗还是怎么反正就是这边他生长的地方你不能一直去刺激他不然他就会越缩越厚你就要就是做光疗然后持续把它养长然后里面的这个肉肉就越长越长对然后你在修行就会很好看就像无边无际的蓝天不过失去了一点点伤口却无限在蔓延看你无心睡眠整夜带走了
刺激呢？会啊，就是指甲脏脏，你会想抠的话，就是会刺激它。一直可以用牙刷清啊，但用牙刷清就是指甲，我觉得感觉会越来越不好看。新世界养指甲的部分，你知道什么东西都是要照顾，都是要养的。谢谢博纯的看流星，哭一回。真的，我的眼睛好干哦。为什么觉得长越大眼睛越不行？斜日微风，飞向无边无际。我今天要播好，就赶快下播了。今天隐形眼镜戴太久。谢谢林果的救救你哦！耶！会不会指甲好看了，但没办法喜欢你指甲变脏？就是，谢谢阿成的梦幻泡泡。要摸我算时速，算吧，不算吧。爸爸写信，他养了这么正的女儿。让我回你身边，跨越梦境，相拥就一次。好了，不能再揉眼睛。今天是一点五还是我也不知道了。你们觉得播一点五还是播一点五好了，已经好看了。真理包围，有个声哦，唱错了。亲吻着你的眼泪，希望你温柔伤悲。嗯，找过一些，我不知道哎、欸。但我就认真，对，认真播。那就播一个半了。满月。应该不要、啊，仔细看你手真的很漂亮，谢谢啦。不然太累，真的蛮累的，就眼睛很累。谢谢婆婆救救你哦，耶、yeah ！但求上帝背远，让我回你身边。用真心的呼吸一下，好耶，好耶！哭一回，大家今天看完那个的心得有什么心得吗？看完那个浪 life 的直播有什么心得吗？谢谢抓客人真情告白，老人池谢谢。能放放水桶没有啦？房间的灯还是坏的吗？没有，已经装好了，现在装白光，就有三个灯，两个黄的，一个白的。谢谢幻影战士的看流星，牙栗子好美，不是口哈好美吗？都在上班，也太辛苦了吧！像永不愈合的固执伤痕，不敢直视，不敢直视艺人的部分，对不对？今天有同学还说要演技，笑死！你突然心得香。都在看可爱的你，我们对于这句话保持着怀疑的态度。想象不同，你们也会是比基尼吗？但不可能。
当然不可能。谈话的能力感觉进步很多，我觉得我还是需要一个主 key 在带。我觉得我没办法当主 key， 但就是现在接话比较好了。而且我不知道，我觉得有诗雅在我就很放心，我反而不会紧张，要是紧张才会卡话。但只要诗雅在我，好像就比较不会那么紧张。剪指甲枪，当然啊，难得可以剪枪一下，就要那个机关枪拿好拿嘛。我知道什么还会点点，就是我画内眼线比较不舒服，拖了一个小时，糖炒栗子，笑死，还是天天没讲话了，因为你都在说其他人啊，你都没有说人家李丽丽啊。是为了你和周的，谢谢虫的，嘿，凯蒂猫看流星耶，谢谢。还有点早，你要不要接个下？笑死！今天主题反而带心脏，真的吗？让心跳变快，其实是紧张。其实还好，我今天反而比较不紧张，我今天蛮轻松的，就是我反而轻松比较会讲话，但我只要一紧张，我就会全部忘记，就我今天被赋予什么任务，我就会脑袋一片空白。买来的诗雅能救，对，诗雅都救得起来，所以我就很放心。我都是第三季的时候，一直一好看，谢谢，我也觉得那套蛮好看的。防守过头了，至少是鞋身鞋。那你们就要买深鞋啊，不是吗？你们有深鞋才看得到啊，啊，嘿嘿。承认别人的你记得特别清楚，当然，哇，当然，不会啦，大家称赞我，我也记得挺清楚的。嗯，心跳加速，谢谢谢谢云滚滚的行李箱，有人当后盾不一样，对啊，因为当担子落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开始很紧张。身血不会动啊，但对啊，但不一样啊，没关系，哼哼。大家就慢慢期待吧，未来搞不好会有其他不一样的。这次升血，你说四月的吗？你说四月的吗？但我觉得我很不像，我很像那种什么大姐头，因为我漂了一个头发，然后再人就长得很大只，还跟苹果树一样高，就看起来很不良。两个人。你要拆散他们啊，上天啊，你千万不要偷偷告诉他，在无数夜深人静的夜晚，有个人在想他。以后的日子你要好好照顾他。转学来的学生很高层宣传，对啊，在宣传上成功经历。却又离开他，他留海海家辉跳长高经历，为什么还要长高？就跟苹果树一样高了。你还要我再长高，那我就。没有办法等那个苹果砸到我的头了耶！谢谢苹果的行李箱。天哪！嗯，尝试各种 pose， 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波澜哎，我反而比较喜欢特务，对，
就是因为我本人也不是乐乐客，对，所以我对这种主题比较没有那么引起这么大的波澜，对。其他笑的，那催眠之气，我为什么要催眠？我不要。谢谢虫的直播的守护灵。你看坐在地上，对啊，因为我们太高了。穿雪不需要，当然还是该买的还是要买，不是吗？现在讲话那个说那个这里好像有人是乐科，那个人最没资格讲话，最没资格讲话。然后自己的乐科不就你自己吗？然后又要不承认，又要不承认自己是乐乐科，反正粉丝很多乐乐科，对啊，很多。还好我进来的时候就不是乐乐科了。聊天室待命，唉。完美遮头发，但还好啊，没有很重的布丁。不要吹假工作，对啊，请管好自己好吗？请管好自己，真的是适用于每个人身上，请管好自己。很多地方都要请管好自己，才不会造成别人的麻烦。乐乐科等乐乐长大都会整腿，对啊，妆又很出息，可以是莉莉控，但不能是乐乐科，没有办法接受乐乐科，太可怕了。我都管好自己。乐乐科啊，莉莉控可以，但乐乐科不行。噔，正大空间排挤乐乐科。但我也不会这样，我就纯粹就是哦，蛮可爱的，对。但我也不会，但我不会啊之类的，对。我就是哦，可爱，嗯，结束。对，正太线柯南，对，线柯南。线挂号线柯南，柯南可以，其他就先不要。喜欢的刚好长得像乐乐应该可以吧？不行，啊，我是要怎样啊？且昨日依然缤纷着。我们都有我细心收藏着。哦，坐太久了，起来。对柯南有不轨的想法没有啊？我只是觉得他很可爱而已。但你们的乐乐科是有不轨的想法吧？没有，我只是觉得他很可爱而已。光彦就不行，对啊，光彦不行。合法乐乐也不行，不行。为什么竟然要过？你说对着很可爱的、很可爱的小男孩啊？才没有不轨的想法，你们母汤。不轨想法是他们上面打的好不好？就觉得乐可爱，你们只要觉得我可爱就好了。对，你们就当莉莉控就好了，我们不要当乐乐克，当莉莉控。身上这片有破过吗？没有。谢谢虫的稳手礼，这次要来三篇吧？不知道哎，看我的排版吧。但我现在都还没排，因为我发的那张
让 K 歌之后，我就不知道后面要怎么拍，因为我怎么跳我都不满意，然后背景我都不满意，然后所以我就有点赌气，然后我就不想修了。含抱着，唱着未来，曾经我。到现在还没发，对啊，还没发。对，卡死了。因为原本要发的那张我又不满意，所以他暂时不会出来。有啊，我还是有，就是对，偶尔还是有发一下行动，但我就是不满意。依然走着，你可以发一下再点唱，但就会有人说叫我不要点唱。然后可是也有人觉得可以发一下再点唱，我好难哦，到底要不要，到底要不要发？但我就对啊，因为我看很多日本前辈的版都很好看，然后我也想跟他们的版一样好看，我就很羡慕。顺从你的内心，顺从我的内心就会像现在没有东西出来，顺从我的内心就是会对。卡都卡着出不来。点唱，点唱起来去。每个月最难就是要把业配的东西发进来，但就很不符合版面。有时候觉得不要那么执着于版面，我就会人生过得比较开心，但我没有办法接受东西很乱。对，嗨嗨乌诺，还就是躺平下，对，所以我现在处于躺平的阶段。然后今天泡了温泉很舒服，看我现在其实蛮想睡觉的，可恶。何为人生值得？哦，今天的温泉太舒服，还有我现在真想睡觉。不是很想睡觉的另外原因，是因为我眼睛一直很不舒服，就是我会一直眨一直眨，还是我今天就这样讲话，然后讲一讲我就睡着了。自由了，我好想你，你在哪？我在 TP， 记得来看绿色公园。还有参加合奏会，还有买四月的三写真。上次那套音乐没有啊，就是月抛啊，月抛娘。差不多，对啊，差不多了。当当。在哪？我在 TP， 记得来 TP 找我，记得来活动找我。总会想起那一天，你牵我的手，仿佛记得盼你能亲吻我伤口。瞬间不认。怎么就难抵心碎？还有什么？都卖完了，金牛卖完了吗？那个合照会还是可以，还是可以的。哦，都买完了。你不再需要我，这是我给自己的理由，伪装自己坚强了。却偷偷看你走远了，我的眼睛好干哦。哎，会舒服一点。我想说，等一下就要下播了。你带着走，等差不多来念榜了啦，也蛮久了。我来看一下，
累了累了。我来看看我可不可以用这个来看看吧。谢谢吉米肉滋补守护灵，谢谢阿姨。我觉得我每次打完哈欠，就是眼睛都比较清楚，好像可以耶。空空的，可以搜寻吗？还有搜寻的选项，我这样就可以看。剩我一个。欸，我没有想要听我自己讲话哦。你不再需要我。啊，他不给我看。哎呦，不要听到我的声音啦。这是我给自己的理由，伪装自己坚强了。谢谢，我刚刚是不是没看到啊？我刚很认真的在研究。あなたにあげた夢だ。我好谢谢袁滚滚的极速浪漫女 lemonade， 谢谢袁滚滚，谢谢，谢谢袁滚滚，但他就一定要我用那个啊，他就我用网页。因为我想说用网页我就可以不用登录啊，不然我在直播我要怎么登？里头空空的，还有什么？除了满脸的憔悴，这样的我啊，他没有榜可以看欸，好吧，算了，放弃。还是得要用那个小小字来看。网页旁边没有啊，它刚刚没有显示啊，但我把它划掉了，算了。我没有看到啊。却偷偷看你。左上、头像、下面没有啊，可是他说要登录哎、欸，再一次。却无可奈何，定要带着走。哎呀，哎呀。刚才把我自己按静音啊，没有啦，都没有啊。心疼不舍却无可奈何，因为我是用平板不是用笔电。好啦，算了，我放弃了，就这样吧，我看小字就好了。暂时没有，没看到，没关系，没关系。走远了，没有，他没有看到。我如果有看到，我就跟你们说了，他就真的没有出现面。个人贡献榜要那个啊，要登录才看得到，手机版我也看不到。对啊，因为我是用平板，所以看不到。让我一定要，眼睛好干哦。第一名是袁滚滚，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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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第一名的圆滚滚，谢谢谢谢圆滚滚，谢谢第一名的圆滚滚。我来看看，我放大掉，我等一下我放个歌。谢谢圆滚滚。谢谢第一名的圆滚滚，圆滚滚，圆滚滚的莉莉，圆滚滚。谢谢第一名的圆滚滚，谢谢，谢谢圆滚滚，谢谢第一名的圆滚滚，谢谢圆滚滚，耶！圆滚滚，下次也可以打一些想对我说的话在你的各界啊，我就可以看得到了。谢谢圆滚滚，谢谢。第二名是虫，谢谢虫，谢谢。噔噔，太大声。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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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半途而废的，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存在吧？应该要一直一直持续、持续、持续下去。这耳朵，这耳朵，我想一下怎么改。爱丽丽，爱然后哟。算了，改好了，没听，假装你们没听过。谢谢。谢谢第二名的虫，谢谢谢谢虫，耶耶！我忍不住一直打哈欠，今天真的太累了。谢谢第二名的虫，谢谢谢谢虫。第三名是数学课本，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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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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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谢谢第三名的数学课本，谢谢啊，谢谢数学课本。嗯，可以给考生们一些鼓励吗？会考生们加油！对，想当初我真的是运气非常好，我。对，我从多少，反正我比我预期的，对，因为我本来就是没有很认真，对，我就对我就废，然后我比我那时候模拟考考高了很多，对，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加油准备考试。就是对，就是我觉得怎么讲，就是我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超想要很会读书，然后进八校，我觉得八校好厉害。好了，这边题外话，对，就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认真读书，然后我觉得认真做事就是会反映在每一件事情上。你如果可以认真读书的话，你做每一件事情一定都可以很厉害。对，虽然我不会读书，但我其他事情。也都做得很认真，好吧，这好像有点没有说服力。反正就是要认真读书啦。对，我如果可以再重考一次的话，我超想考上八校的。对，我很，就是我很憧憬那种会读书的人的生活。对，我就觉得很会读书好厉害哦。但我不希望我只会读书，然后是生活白痴。我希望我都很厉害。我想当一个非常全能、非常厉害的人。好了，题外话，耶！谢谢第三名的数学课本，谢谢，谢谢，谢谢数学课本。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是题外话，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今天自己是一个很会读书的人，是怎么样？然后，如果你们会读书，你们是埋头苦写题型的那种类型，还是？
只要看过一遍就不会忘记的类型，还是在场有没有很会读书，然后是八校的人？对，我一直觉得八校的人很厉害，然后我一直很羡慕八校的人，我就觉得好好，我也好想跟他们一样，我一直很憧憬会读书的人。对，因为我没有很聪明。有没有在场的是八校的，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就是会读书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被大家憧憬着的感觉吗？第四名是钟颖，谢谢钟颖，谢谢。三年前就还没，然后很震撼哦。我觉得演唱会真的是很能给人力量的地方，哎，就是你会很振奋人心的那种感觉。猜拳默契太好，我们居然从头到尾都猜一样，到底在哈喽，我傻眼。但我胖胖辛苦，不辛苦不辛苦，非常非常放松，对。但我今天开机时间有点长，所以我的对眼睛快要不受控了，他有点爱困。谢谢谢谢钟颖，谢谢第四名的钟颖，谢谢钟颖，耶、yeah ！谢谢第五名是幻影战士，谢谢幻影战士，一直在讲这样的，半夜才醒，我很努力要早睡的，不要逼我了，我很努力早睡，等我一下，我想放个歌，我要放柯南的。好，对，我会努力认真早点睡，但我觉得我今天应该睡得非常快，因为我现在超累，我眼睛都要闭起来了。谢谢第五名的幻影战士，谢谢谢谢幻影战士。第六名是霸丸，恭喜在今天获了新的称号，油炸霸丸的霸丸，耶、yeah。下礼拜直播时间有必要这么早吗？这不是也才三跟五吧，大概 Secret of my heart 三跟五大概。最喜欢你啊，认真。真的吗？疑惑。谢谢谢谢霸王，谢谢第六名的霸王，耶、yeah ！希望你可以在莉莉台当一颗开心的霸王。谢谢谢谢第六名的霸王，耶、yeah ！第七名是 CKU， 谢谢 CKU， yes yes。CKU Secretly MK， 耶、yeah ！谢谢第七名的 CKU， 谢谢。第八名是北原，谢谢北原，也恭喜北原今天在浪梦那个获得了榜三，选择莉莉，谢谢啦，谢谢。可以期待一波，期待一波你啊！谢谢第八名的北原，谢谢谢谢北原。北原怎么会选我啊？我以为你会选别人呢、欸。有人指定我，我都觉得很开心。谢谢谢谢第八名的北原，谢谢。第九名是抓坑，谢谢抓坑。会慢慢收心的。收心什么？你要收心什么？你说收成只爱我一个吗？可以啦，这我可以接受，这种收心我可以接受。谢谢第九名的 Dragon， 谢谢谢谢 Dragon。第十名是林国，喜欢你啊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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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李佳丽，你知道这是什么歌吗 ？Go Go 李佳丽。Go Go， 北海道。Go Go， 秋叶原。Go Go， 李佳丽。Go Go， 秋叶原。
想见娜娜前辈。谢谢第十名的林果，谢谢林果。第十一名是泡泡，谢谢泡泡。收看是正常吗？不会啊，你们还是可以打，我打了我还是会看，还是会念啊。然后我刚刚太激动，就咬到我嘴巴，好痛。谢谢泡泡，还是可以打，我还是会看完啊，我还是会念完它，所以不用为了我特别收看，对，不用为了我收看，没关系的，没关系 ，That's okay。好了，太演太多了，谢谢第十一名的泡泡，谢谢泡泡。第十二名是阿 Kila， 谢谢阿 Kila。浴衣很搭，你整个美美的，是不是？是不要报价钱好了。我怕妈咪在看直播，我还是不要报价钱。啊，那你现在晚安喽，晚安。我今天应该会早一点睡，因为我现在超累的，我应该把我的泪都写在脸上了。对。然后记得大家今天截的崩图，请千万不要把崩图与大家宣传，因为真的是有丑到。但我觉得我看了很多截图，就是那个跟大家炫耀黑色指甲油那段，真的是超级无敌好笑。我超级像那个什么熊哦，就只会有躯干，然后手这样子、脚这样子的那种熊，就是全部揪在一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懂，就是小孩最喜欢画的那种，就是一个熊猫，然后四只手黏住的那种，我很像那个熊猫。谢谢。谢谢 Kila， 第十三名是吉米粥，谢谢吉米粥。浴衣很好看，泳装也很好看，出现在味噌汤来的，哎，我真的是味噌汤海带，你看我还要配玉子烧，因为只想晒太阳。但我其实真的蛮意外，因为我们以为泡温泉这种天气泡温泉，我真的是会昏倒在温泉里面。但其实泡完真的还好，而且你起来之后吹那个自然的风，你就觉得其实蛮舒服的，没有预想中的那么痛苦。就有没想说，哦，完蛋，这个一定超热，然后我一定会觉得很难受。但其实还好，对。所以大家如果拿到泡汤券，真的是可以去泡泡看，就是你会有意料之外的收获，而且泡完真的很舒服。谢谢第十三名的吉米粥，谢谢。第十四名是本丸妹子，谢谢本丸妹子，谢谢本丸，好久没出现的本丸 pose， 谢谢第十四名的本丸妹子，谢谢。第十五名是益生菌，乐乐可乐乐丽丽可爱我丽丽空，好，我帮你解读，对，丽丽可爱我丽丽空，这可以的，这我可以接受，是丽丽空可以接受。第十六名是小叶，谢谢小叶，我像 Starry 一样照亮你们，我也可以像 Cooly 一样给你力量，这样可以吗？谢谢你，谈谈考运不会太差，对对对，进好学校不一定好啊，是吗？我住台北进不了八小，我每次都觉得八小的人好厉害。明星学校的确是没错啦，一定很辛苦。我真的不太会读书，我也不太会读书。八校就是北一、中山、景美。然后嘞，北中山景美，然后建中、师大附中、成功、正附，还有哪一间啊？政大附中还有哪一间？我忘记，哎，有政大附中我忘记了。八校是哪八校啊？对，八校是台北的明星高中，就是很会读书的。
是正负吗？我忘记了、欸。建北景、中山、松山、成功、师大、政大、建中、北一、师大附中、中山女高。哦，松山是哦，我知道中大附中，但我忘记最后一间是哪一间。没有，这是台北的八校。台北的八校，等等等，认真什么？景美在八校内，对啊，在八校内。对啊，正大附中，为什么要学会调试？差塞在一起还是我所谓的落差？这就是跟就是原本有很多就是原本可能在班上算前几阵的正妹，但你到 TP 里面就会发现这里正妹也太多了吧？那种落差感应该是一样的吧？还有乐园，花校是人，对啊，就现在只有推莉莉啊，谢谢啦。莉莉还是这些需要一个时间，就才喜欢那个组超像熊。哎，你看起来很累，我可以，对我可以，我可以等下赶快睡觉，我等下赶快洗洗睡。跟大家好，跟大家辛苦啦。光子真的很烫吗？没有，就是比预想中的热一点呢、啊。那一张真的超好笑，超像熊熊。像库里一样，谁是库里？哇，我是库里。放就放什么？真的？谢谢莉莉，网络不稳，不会哦。谢谢虫，绿白黄三女校。又会玩又会独立选，真的。很懂那个，对啊。就是你可能在班上算是蛮可爱的女生，但你只要一进到更多漂亮女生的地方，就觉得我懂那个打击感，我懂那个打击感。只会读书会开始讲解了，欢迎自己好玩，好玩啊！这里念的比较辛苦，你怎么知道？他有说过、哦。第四天要罢休，躺平派跟竞争派，还是有很多只喜欢荔枝，谢谢啦，谢谢。但我还是觉得，就之后啊，这种是比较多活动，大家还是可以挂一下荔枝，对，就是对，李莉莉的粉丝，对，我们让大家知道你是李莉莉的粉丝，我们让大家知道你是李莉莉的粉丝。笑死！躺平了，现在不改名。那晚上他那边班花就是啊，对，我们要知道你是李莉莉的人。你知道，就是我不太敢对其他。表情符号的粉丝施压，但没有挂的人我就很想施压，但挂了的人我就有一种放心感。可以挂名长高精灵，可以啊，就是对，就是对，你知道挂了别人的就会就是哦，你已经是他的粉丝哦，好吧，那我不要，对，会比较安心。就是我会害怕，我会不会抢走别人的粉丝还是什么之类的，对。但没有挂符号的，我觉得很放心的施压。然后挂了有挂莉莉的符号，我就会感到安心。我刚刚看到后面的 emoji， 挂到你官播，只有挂到我官播的意思吗？
道哎、欸，因为我会害怕，就是可能不小心，就是对，不小心，对，我不敢，我不敢对已经挂符号的人施压。挂了还是被施压，因为你已经是立坑的人，我就可以施压了。Secret of my heart， 战国的家徽，对，怕宣战，就是还是得。有被施压吗？那我挂的不在 TP 嘞，那你挂的在哪里？你挂的在哪里 ，boy？ 我怎么记得我以前挂的也是被你施压？就是我如果跟你比较熟，我才敢施压。谢谢伟晨的枫叶，就是不才刚开始认识我就不敢乱施压，我怕人家不开心。挂别人才要施压，哈，我不敢对挂别人的人施压、欸。掉粉才是日常是没错啊，但我就对我快我会害怕不熟，你好意思说不熟啊？我没叫你把 O 改成栗子就不错了，好不好？霹雳子霹雳子，没把你把你的 O 改成栗子就不错了。那过来后面可以多几个、啊，你觉得可以吗？芋头，好久没被施压了耶，等一下你要换成蝴蝶结是 Lady。熟悉的视野，陌生的城市呀！我挂的怕你不认识哦，是谁啊？霹雳霹雳，我给听听我挂的都跟没挂哦。你怎么会有被施压很开心的错觉？陶老哥，你不是很享受吗？我看你也就是对，很想要把你是不是有点想把一颗栗子改成一碗粥？对，莉莉心里都懂，莉莉心里苦，但莉莉不说。芋头最近很多，没关系，我都知道。嗨嗨嗨嗨，陌生的咪手手，你有看到我们今天变成味噌汤吗？我是海带哦，是要很让人快乐。今天被说有钱很开心，为什么？嗯，对呀，对啊，不是听说很想要安安的纸笔吗？莉莉都不要了吗？我又被夏莉说不能乱挂吗？有啦，我有放说韩寒的蝴蝶结可以，但其他不行，其他打妹哦，上班完全不讲好。反正我们讲到味噌汤，蛮好笑的，你可以去听听看。其实我觉得那表情不好，那大家就知道你是弟弟呀、啊。你也太多情报了吧？当然了，情报王。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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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哎，我想问哎，到底是谁拿到我的学生证啊？你竟然不是这样讲啊？好了，不行，你只能挂莉莉了。本来是觉得你就挂我就好，你不要挂别人。毕业纸笔换不到，我手上很多纸笔，就是你说我的纸笔吗？还是别人的纸笔？所以我的学生证到底在哪里啊？在小迪特工。现在挂失中，来人啊，帮我把学生证挂失，谢谢。学生证挂失，捡到学生证请还我，谢谢。学生证的遗失，真的是我没有，就是大家通常不是会 at 我吗？但我还没有收到 at 哎、欸。你们如果抽到纸笔，也可以 at 我，跟我分享。我想知道到底是谁抽中，这是又当分母了。但我觉得学生证要当分子真的很难、欸、而且还要当自己，有人真的抽到自己的推吗？都要用换的吧？随便猜啊、哦，原来如此。除非随机，不然你的身形应该是换不到。这么难哦，有一半不见哦，出了二分之三啊！还有谁的还没出？其实问包装的姐姐不就哦，我因为我是没有去问过啦，我想说问大家
大概就知道在哪里了。哦，韩寒的是孝贤抽到，要抽到天选啊，要抽到自己的推，这真的很难，这真的是要天选之人才有办法抽到了吧？现在很厉害的东西出现，已出清单，谁还没出来啊？品涵的出来了吗？大家没分享就默默收藏啊、哦！可是你们可以跟我分享啊，如果你们不想被别人知道的话，还是可以跟我分享。你可以小盒子我跟我分享，你不一定要 po 在什么现实动态之类，你可以小盒子我跟我分享。健身系列让人一身推，真的哎、欸。嗯，你怎么还在？哎，对，哎，51分，还是我直接播完2个小时啊？姐姐没出货，不太可能吧？应该都有出货吧？海外消息，所以海外也有人买这么多，他是要多少才可以抽啊？全随机啊！哦，一包就有了，我挂回来了，谢谢Bony，谢谢。还是你要公布画什么？其实我也忘记我画什么，有签名啊，但我也忘记我画什么。我不是第一个签完的，我第一个签完那个旋转，所以我也忘记我签了什么，很久之前签的。买一包就有资格哦，那其实很不一定哎，就是几率就真的蛮大的。我是第一个签完，所以我已经忘记我签什么。有啦，我应该又是画了很多爱心。平常低调人比较可能，也有可能。但如果抽到我的人在这个直播间潜水的话，还是可以跟我讲一下，因为我真的想知道到哪里去。一包就送到朋友桌，真的。他这里的人不是，我忘记是之后才签，但我好像是第一个签完他的。一抽就中了，太厉害了吧？谁这么厉害？Give my love, always give my love to you, always give my love, always give my love to you. 他居然有，就是整理好全部的歌，这也太棒了吧！一抽一等你，能够一抽、哦、也太幸运了吧！哦，八包，分母。分母族群表示世界不公，但我觉得这就真的是随机，这真的是随机。抽奖这种东西本来就。很不一定哎、欸，就是很难，真的很难，真的很难会中哎、欸。我对于抽奖这东西一直以来都是不太相信，就是我就是参与，对，我就是去当分母的。以前抽奖抽什么什么游戏机，我也都是当分母的、啊。上次我吃鱼什么什么，根本做不到。抽奖真的蛮难的，就我自己抽奖会是自认当分母的那个人，但抽出奇迹还是有机会。对啊，但我觉得就真的是平常要多做好事，让给别人抽。最近有点好，还敢说啊？或者是信仰票？总有一天会轮到自己的，就机会的顺序嘛。总有一天，那恰似降临的顺序，别怀疑，接着就是你。感觉是不是要听一下？机会的顺序。那恰似降临的顺序，
别怀疑这这就是你。我想一切这就是你，尽管再怎么一败涂地，下一次会翻盘赢的胜利。哦，这首歌好高哦，是运气低点，没关系。我觉得我运气也一直以来都没有很好，对，所以大家不要太难过自己运气不好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啊，不会连运气都犯水偶像吧？这样我是带衰、欸，把衰带给你们，这样不太好。对啊，我刚刚说差九分钟，所以我把它播完。我凭实力抽不到，对我凭实力运气差。对我们靠实力。是不是自己还不够，想感觉好多不到，至少让我们分离一点。对啊，你们还抽得中，但我就觉得我的这运气真的蛮差的。没有一路躺平，然后遇见你是我最大的运气，好耳熟，好像歌词哦。像我就属于凭什么？什么意思？超能力，凭实力，这样犯水运气，这种犯水运气应该很好。没有，我就是运气很差、啊，我的运气真的不太好、欸，我都是靠努力来的。你看我的那个叫什么？猜拳大会也是二轮游啊，好一点。猜到第二轮，但就结束了。对，就一直以来运气都不太好，我真的很羡慕那些运气很好的人。但其实靠自己也没有不好啦。好了，爸玩你太油了，所以被吃没关系。运气不好就是要脚踏实地，真的只能一步一步好好做，不比就不会觉得自己是差了，真的。真的欣赏莉莉的美的好运，谢谢啦，谢谢，谢谢你还愿意看我一眼。对啊，可以等待运气降临，但有时候通常会比别人久一点，但也没有不好了。就是持续的努力，总会有得到，那叫什么？总是会有得到回报的一天。霸王叫完蛋，他这要被改名叫霸王了。之后，果树明明是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你直接把它改成那个。那不是什么语录吗？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狼若回头不是什么？讲那个很经典的那个，我忘记了。不是爆炸就是爆炸，对啦，狼若回头不是爆炸就是爆炸，还叫人一起回答，因为太差笑不出来，真的耶，回报的一天，等你得到艰难可打，真的。总是我触底反弹的时候，就是
秋叶的歌。我说要加秋叶的歌。没有方便。利若回头，不是抱雅恨，就是抱平坦。大树寂寞。没开口为这事了 I wanna be with you 我却不能占有太浪了哪有没有啊哪有浪哪有浪不是喷撞就是勾到没有利落回头不是喷撞就是撞到手运气不好的时候很失望吗不会吧会吧而失望不是人之常情吗但失望了你又能做什么挣扎吗也不行啊不是帮平安撞你就撞他真的不是施压就撞他什么意思经常看手真难好啦大家今天差不多啦两个小时你们还有今天还看到第三个小时的李丽丽所以大家今天应该很满足了吧我差不多可以去洗洗睡我真的好累啊我眼睛都快要闭起来了 Good night Kiss bye Yeah 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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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泪着声流 I wanna be with you